光研社的健康保险和福利申请协助中心是您健康的守护者。健康是现代人都在努力追求的重点，而有一份适合自己、适合全家的健康保险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应该都深有体会。我们最早做这个健保是因为看到社区有这样的需求。那光研社一开始协助的人群主要是癌症病人、癌友和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在他们的就医过程当中，健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不只是这样的特殊人群有这样的需求，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大家也有这样的需求。那他对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老年公寓呀，或者是老年人的红蓝卡呀，对不同的项目都有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开始慢慢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所以这样我们慢慢就做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光研社的服务的宗旨就是协助帮助有需要的人做世上的光和盐，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光研社所设立的健康保险和福利申请协助中心，可以用远程或是会面的方式免费协助您申请儿童、孕妇白卡、健保市场个人保险、红蓝卡、金卡、食品券、临时现金补助及母婴儿童营养补助等项目。光研社自2014年开始为联邦政府所指定授权可协助民众购买健康保险交易市场个人保险的机构，同时也是德州人事与健康委员会指定的社区合作机构。目前有30多位州政府认证的 Medicaid CHIB 导航员，可用中文、韩文、英文、越南文等提供资讯与服务。另外，为了更方便、更广泛地服务到需要的人，光研社在达拉斯和奥斯汀也设有办公室及合作机构。导航员的工作就是协助客人选择他们适合的保险，以他们的身份还有收入。我们需要培训，有8堂课的培训是由政府认证的，才能当一个导航员。来这边当志工之后，发现很有意义。在知道每个人背后不一样的故事的时候，他们说的谢谢都会觉得有不一样，就有更深的感触。每次看到帮助完他们很开心的表情，或者是很放心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比方说我们交水费、交物业费，医生来的那些信函我们看不懂的，那光研社它也有固定的一天给我们做翻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家先生到了这来以后，接触了这么多基督徒，得到教会这么多帮助，所以我家弟兄最后是带着就是很大的那种信心哈，带着很大的盼望走。有他们这个机构以后啊，我就介绍好多朋友都来他这边来申请他们的健保，因为讲中文嘛，你总还是比较好沟通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所以光研社给我们就说带来很大的帮助，还有那些什么计划啊什么那些都可以从他们这里得到好多信息。完了有时候我也参加他们的这些讲座呀什么那些，所以我很喜欢光研社，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比较很 nice。经过多年的努力，从2015到2022年1月份，受惠的亚裔美国人已经超过24000人，并提供了超过6万人次的相关服务，以帮助有需要的亚裔美国人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我们期盼将来能够更竭尽全力，以最优秀、最专业的方式来服务众人。若有任何关于健康保险的问题，都欢迎跟我们联络。